今天这个肖邦来到了宜兰礁溪，当然还是要贯彻一下我们的宗旨，就是要免费打工换宿。那我们去找一下有没有经理之类的人哦。你好，我叫肖秉志，我是一个歌手，然后我想来这边找创作灵感，想请问有没有可以让我打工换宿呢？打工吗？基本上是不行啦。但是因为今天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，那他买了一个我们的专案乐活，是买一碗送一碗，那他只有一个人，如果你可以好好的服侍这位客人的话，他另外一个晚上的可以送给我，就可以送给你。哦，太好了，这个挑战可以吗？可以，绝对可以。李先生你好，我是你今天的管家肖先生。哦，你是管家哦？是的，是的。今天你有什么服务需要服务的地方，就由我来负责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有求必应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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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那你帮我拿一下，帮我放一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，谢谢，哇，好棒哦，你们饭店。这种服务好棒，我很少人就是对我服务这么多。我们饭店算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温泉饭店。然后我们知道今天吕先生要来，而且我们知道吕先生其实是歌星，对，是个歌星。第一次看到艺人的脸紧张，对吧？我第一次接待艺人，这里应该很少有这种等级的人来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今天真的是蓬荜生辉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我们今天一定会把你伺候的服服帖帖。好，看一下我今天结束有什么感觉，我再看一下怎么帮你评分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一切就看你了，看你的服务了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现在我先带你去您的房间参观一下，闺房放的东西，对，您的闺房，闺房，对对对，请进，请进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拖鞋吗？对，要拖鞋的。这个是温泉套房，温泉套房，但是应该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。啊，门要关吗？门啊，门关一下好了。哎，好像是你要来关啊。对，我要去关。好，先帮你介绍一下。哇，房间蛮大的。我们这个叫做洋式山景套房。洋式，对，我们这边有分洋式跟日式。那有没有仰式？哎，有仰式，自由式。这间是你的床。啊，好棒啊！哇，太舒服了吧，吕先生，吕先生，我帮你介绍一下，这边还有更舒服的，还有更舒服的，更桑的，哇，天哪，个人的温泉，天哪，我进来了，哇，哇，天哪，我可以自己泡吗？对，你可以一直泡，泡到你爽为止，一起啊，要谁啊？好，一起啦，进来，不要害羞嘛，又还没脱，来来来，哇，不错哎，啊，我今天在这泡的时候，你会陪我吗？要我陪你是不是？我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习惯一起泡。好 ，OK OK， 可以可以。我今天听那个你们经理说，你的梦想是要弄一台想坐露营车。对，没错。如果你今天表现不错，可以露营车。哎呦，哎，怎样？没问题。对，因为我今天已经帮你安排好一整套的行程。哎呦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好啊，跟我走。好，表现得好，露营车就是你的。